大白天的，家里怎么会有人呢？到什么时候？王八蛋，你怎么在我家？给我等着！各位早上好啊，这里是福瓜村，今天多云，平均气温23度，是个好天气啊，是个好天气。小卖部呢，最近推出优惠大酬宾，消费20送纸巾一包，括号名额有限，但是别告诉大家，括号，哎呀，不小心点出来了。开小卖部不就是为了想几点开就几点开吗？要是不能随心所欲，那就没有意义了。吴志飞，你妈把你托付给我，是让我看你这么堕落的吗？哎，那是你外婆，你妈就是我姐啊，把你托付给我，是让咱们两个相依为命，不是互相伤害。你先把那个刀收起来。说我们为什么要开小卖部？赚钱，我的人生线条就是为了赚钱。我人生全部的意义就是赚钱，赚钱，再赚钱。我现在就去开门。嗯。该送货。俏姐，你什么时候能换一换你的手机铃？石头剪刀布。你闪啊！愿赌服输啊！你自己出的石头。哦，今天你送货，记得把那只猪啊送到皇家去。它不叫那只猪，它叫叉烧。叉烧，我来送你回家了。小江，我送货去了。哦，慢点开。哎。我叫苏俏，在福瓜镇中学读高二。这里呢，是我从小生活的福瓜镇，福瓜村，不算很富，但好在有山有海，有牛有鱼，夏天很湿，冬天不冷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是个安居乐业的南方小村庄。大城市有中心商务区，而福瓜村呢，有我家小卖部。小卖部支撑着整个福瓜村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运转流通，是整个村庄最重要的地方。而小卖部最重要的人呢，就是我。所以，我苏俏就是整个福瓜村最重要的人。在哪？你还挂我电话？我
都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。你之前就算我不同意啊，你也死活要当个演员，训练了那么久，现在好不容易有点起色，有人来找你演戏了啊，结果你倒好，直接跑了。我不想演戏，我不想当艺人。你这是想一出是一出。不想当艺人也罢，反正本来也没想让你当啊。你现在村里给我老实待着吧，我这几天就跟你公司谈解。别的事情不用你管，我能处理好。你能处理好什么呀？什么事你都做不好，对自己根本不负责任。我看你以后怎么办。哎，谁家的牛啊？喂，喂，怎么不说话呀？就送我到这儿吧。你在听吗？怎么啦？有这个囡仔哦，算你丢钱的那个哦，会算歹丢，你来看卖者。阿公，不要紧，我去看看。好，赶紧去。给我摔坏了，你还踩坏稻田了呢。看什么看啊？你叫苏俏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我叫林子路。我也没问你叫什么呀。什么人呢？莫名其妙。地球，你是不是还得先上个厕所再跑呀？哎呀，迟到常有，蚂蚁搬家狗不常见的。行行行，快起来。不是衣服怎么回事啊？试试啦。怎么说话呢？今天路上遇到一扫把星，倒霉死。走走，就是现在，走。帮我拿着包，小心点啊。这什么味儿啊？哎呦，你别管是吧？这里边可是我命根子。走。
轻松、敏捷。冯亮，没有带姓名牌，扣两分。别啊别啊别啊，带上了。我就知道你们要迟到，所以特地把老师引走了。不愧是班长。我苏俏，班长关晶晶，大个儿房梁，还有鲶鱼王鲶鱼，我们就是浮瓜村最有名的惊天动地组合。你带他干嘛？哎呀，嘘！本来今天早上应该送你家里的，结果路上遇到一扫把星，害我摔田里还跌了一身泥，就没赶上。现在给你，别给我降住声怎么办、啊、会呢，我给他喂点料酒，睡得死死的。不行，这要被于老师发现了，回去二哥三哥揍死我。那就揍死你吧。你别看我啊，我可不管。别看我，自己带自己负责。绝交！哎，别别别别别别，你这不没人吗？放水圈里。算了吧，来宾可了，先付钱。苏大老板生意好呀，这瓶可乐多少钱啊？这哪能要钱呢？于老师上课这么辛苦，喝口可乐漱漱口。我看你这胆子是越来越大，来，给我收起来。下次再让我抓到你卖东西，统统给你没收。上课之前呢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班新转来的同学，进来吧。哎，这就是我说那扫把星，长得还挺帅的，还不要脸说自己是校草不好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做个自我介绍吧。我叫林子路。啊，你就坐那儿吧。我不要。苏俏，你这老板当久了，以为学校是你家开的吗？给我坐下。别理他，你就坐那儿。他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跟我说。谢谢老师。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《兰亭集序》的第二段，哪位同学来回顾一下我们上节课讲的什么内容啊？你这人可真不要脸，还好意思当我同桌。就是你，我记得你的脸。你说你叫什么来着？啊，李璐。这是我书包，这是我的座位。你还小声点。
加油。于老师，我苦啊，我自幼家境贫寒，家里还有一个废物小舅，十几年来我兢兢业业，早出晚归，就是为了撑起我那狭小的温暖的家。那只猪就是我家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。没有必要行如此大礼吧？怎么是你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下次不要这么随便对着别人下跪了，很丢脸。住手！干什么呢？林子路，你没事吧？你也知道吧，每个学校总有那么一些特别的学生。辛苦老师了。没事。于老师，我刚来这里，很多地方还不太熟悉，想跟您申请一下，今天先回去了。没问题，去吧。谢谢老师。于老师，我错了，我苦啊，我自幼家境贫寒，还有一个废物小舅，十几年来兢兢业业，早出晚归，就是为了撑起我那狭小温暖的家。那只猪就是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，于老师。最后的稻草是吧？嗯。起来。起来。上个月的稻草。上上个月的稻草。你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？什么意思？孝敬给您呐，你平时上课多辛苦啊！别跟别人说，少给我来这套。三千字检讨。还有啊，你刚刚抓住把人小倩的手机都给踩坏了，准备赔钱吧？刚认识你几个小时，你就害我摔倒把猪放跑，还白白受我一跪。再跟你当同桌，还招折寿了。办公室是你自己跪的，猪是你带来放我桌子里的。早上也是你朝我扑过来，自己没站稳才摔倒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乔姐，这么听下来是你自己倒霉啊。你扑人家，你要干嘛呀？那是防止某人破坏稻田。你把我卡带机摔坏了，这怎么算？不就是个破卡带机吗？你还讹我不成？有本事你别走！你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儿了。子路，你还是打电话给吴哥服个软吧。你也觉得我做错了吗？这就是这行的规则呀，要是我们还想混，就必须遵守。能行，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没神？乔姐，我认识你十几年了，没有人对你这么说过话。咱们揍他！这是话魔，我忍不了。长那么帅，我能干他？没错，得给他点颜色看看，让他知道我们惊天动地组合不是好惹的，是不是晶晶？我可不管啊。不过人都走了，你们拿什么颜色给人看？追！
你就趁现在笑吧，一会儿让你哭都哭不出来。年月，拍。拍什么？把陆子霖被我打得满地爪的样子给我拍下来。拍。我让你今天给我他不要脸，他万一呢？看来敌人是叫贝尔来呀。你小子挺会玩啊！今天不把你打的叫爸爸，你就是我爸爸，我让你。书使人充实，思考使人深邃，交谈使人清醒。王良，你不读书；王年宇，你不清醒；苏俏，你既不读书也不思考，更不清醒。都给我好好看看标语，不做我一百个神都别走。你看了，快回去吧。要擦擦汗。晶晶，我不累。是晶晶好，还有35个。哎，刚才是谁说要把我揍到满地找牙，把我拍下来？笑一个。陆小林，你找死是不是？我于老师，我走了。道高一尺，道高一丈啊。大白天的，家里怎么会有人呢？挡路到什么时候？王八蛋，你怎么在我家？给我等着！来来来，子路，这个牛肉很好吃，要吃牛肉啊！谢谢小舅，对身体好。来，你也吃一块。哎呀，谢谢子路，好孩子。哎呀。哎，我们俏姐啊要吃玉米，来，俏姐，少来这一套，给我解释清楚，林路怎么会在我们家？人家叫林子路，切，他家有点事，要暂时住在我们家。开玩笑，我准他住进来了吗？他谁呀？他配吗？林子路的爸爸说一个月1600作为他的房租和生活费，你算一算。1600，这么看也不是不行。那这样，把那仓库收拾出来，给他个卧睡吧。人家毕竟是消费者，我们作为房东要有诚意。所以他住你屋，你住我屋，我住仓库。我住你屋，你那个味儿就跟厕所一样，狗都不住。所以你住仓库，成交。子路吃这个牛丸，这个牛丸很好。哇，这个牛丸太香了，这个牛丸。吃子路。胡志飞，你个没良心的！我跟你生活了10几年，你才认识那个马屁精，一天就把我赶出房间，凭什么？我不管。
从现在开始，这个家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分你800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原则问题。最多1000，再多没有了。哼，才1000块钱就想收买我，那个马屁精害我损失了一大笔钱呢。1000算什么？起码1200。不行，那我就没钱了，这事谈不成。喂，行，你不愿意是吧？那你不要后悔，从现在开始，刮风下雨被雷劈死，我也不会踏入这个家半步，你等着后悔吧。笑，今天一天到现在，终于叫对我名字了。毕竟你别嘚瑟，我不是因为1200才把房间让给你的，纯粹是因为我善良，我大度。另外，那里面我的东西你不准动，我上了锁的。臭流氓！等等，干嘛 ？WiFi 密码是多少？我只说一次 ：MQDQXYGYKYKLKOSYR4268。我说完了。这谁记得住啊？这都记不住啊，真笨。子路啊 ，WiFi 是我设的很难记吗？太长了。你跟我学就很容易记得住。门前大桥下，有个一群鸭。快来快来，数一数，4678。路来子路，金手指舞就是我的密码。遇见了以前的朋友，可是他好像不记得我了。这些都是我的宝贝，你看，海螺、水晶，还有这个飞行鞋。你喜欢听音乐啊？想有个家庭群，但以前只有我和苏俏两个人建不了群。现在好了，欢迎子路进入我们这个家庭。谁跟他一家人啊？别烦我，我静音了。子路，你想的怎么样了？想清楚了，给我打电话啊。
是明星。子路，我带了你两年了吧？那你摸摸良心说，我有没有害过你？没有。我已经找人把道歉信写好了，你回去背熟了，立刻马上找刘总道歉。我没错，道什么歉啊？可是这行的规则就是这样，你如果想不通的话，就没法干了。吴哥，你真的觉得是我做错了是吗？早上好，各位村民，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。我是你们的村长王富贵，今天咱们呢就来科普一下如何防控这个水田青蛙。它不仅是会偷吃哦，还会隐藏寄生呢。等我们反应过来啊，叶子烂，稻子废，这只有咱白干。但是啊，俗话说得好，这个农业生产路千条，科学用药第一招，生产增效不用愁，科学用药保丰收。那个咱们村子也已经安排了这个地方来往台开班喽。到那个时候咱们要做到喷洒千军中道，不愁不漏。最后要想先行哦，对，今天呢、有一个大好的事情，我要通报一下啊，皇家菠萝成熟了啊，这两天要抢收，酬劳当日现结啊，大家有没有急着帮忙啊？有钱赚。凉掉了，扫把星坐我旁边，我吃不下。哎呀，某些人啊，放着大明星不当，非要来我们这个小小的浮瓜镇，脑子是不是被驴踢过？你怎么知道？不是我讲的，你知道不告诉我？你是不是知道自己太不红了，所以我能发现你很惊讶吧？你很关注我呀？怎么，
你需要我的签名吗？需要你签名，我是狗好吗？不过我还看过你演的戏呢，你跟那个阿月是一个公司的吧？人家都演主角了，你怎么才演个保镖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怎么能这么问人家？那当不了主角，当然是因为人不行啊。那人不行嘛，就肯定性格差，得罪人，反正就是没有那个命了。你当面问人家，这不是为难他吗？好，我上学去了。子路，你等等啊，让阿俏送你啊。哎，怎么生气了？都怪你。小俏，某种程度上说，你比我厉害。小俏，我上学去了。家的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学校里的人。你有求于人，是不是该有点表示啊？你想干嘛？学校太远了，走路很累，但如果有辆自行车的话，心情可能会好一点，说不定会答应某些要求。你还要不要脸啊你？可以带人，算你有点良心。大家好，我刚刚听说一个好消息，我们村啊竟然来了一个大明星，他就是啊福瓜镇中学高二年级的林子路同学。希望大家都能热情的让林子路感受到我们村。我没跟村长说，就是在群里发了一下。但是群里有村长儿子。喂，你至于这么冷漠吗？看什么呢？怎么不进去啊？排队呢。排什么队啊？动物园的队。说人话。刚大喇叭说林子路是大明星，然后全校同学都过来凑热闹。有什么好看的？这个林彪请坐。哎，挤进去。哎呦，你开路。哎呦，这不是男明星林子路吗？我呢？现在借住在苏俏家里，各位需要拍照、签名以及采访的，都统一汇报给苏俏同学。晚上记得帮我带回咱们家。哇！
子路，你还没有想明白？困惑中，我以为回村里一个人待着就可以想明白，看来还要再想想。不着急的，慢慢来。阿月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做错了？你听说了吗？林子路住在苏俏家。哎，别说了别说了，苏俏害羞了。别生气别生气，人生很短的，一下就过去了。哎，乔姐，我先没听他们说你们从小就认识，一起玩耍，天真烂漫。最新版本是说你跟林子路从小就订了娃娃亲，但是从来都没见过面。我知道这都是谣言，但现在说什么的都有，连隔壁镇的学校都在传了。然没错，这林子路就是个扫把星，扫把星把我风水磁场都破坏了，破坏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我要反击！反击！让他见识一下浮瓜镇的力量！力量！林子路同学，林子路同学，林子路同学，你醒啦？你干什么？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就把你的事情告诉别人。当然，我出发点是没有恶意的。只不过出现了一些不在我控制范围内的小小意外。那冰棍分你一半，你原谅我吧。你有什么阴谋？给你吃个冰棍能有什么阴谋？别把我总想那么坏嘛。你把另外一半也给我，我就原谅你。都这样了，你还要吗？要。我请垃圾桶去。哼，林子路同学。冰棍呢，我也给你啦。我们走吧。去哪儿？回家啊。嗯，今天提前下课，他们都放学了。你在等我一起？对呀，不然呢？快点走吧。这条好像不是早上走的路吧？这条路近，你一直往前骑就是了。快点快点，停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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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？哎，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带你体验一下浮瓜镇的乡土风情。你是故意骗我过来的？来都来了，我是不会让你走。喂，大家快来看呐，大明星林子路也来帮忙抢生了，快来看呐！
好吃。觉得当过大明星，不愿意跟我们下地干活，嫌弃我们呐！别乱说，一看就是好孩子，肯定愿意干活。就是，人林子路又没说不干活，你怎么这么嫌弃人家呀？说不定什么时候写大明星回忆录的时候，还会提到这段美妙的回忆嘞。对呀，美妙的回忆呢。这个重，我来拿。你没事，我来吧。啊，行啊，有模有样的哈。这是上次那只小猪吗？是啊。对，就是害苏俏损失惨重这一只。我能抱一下吗？啊，小心。哎呀，这会儿老实了。想不到小猪这么可爱。嗯，是吧？嗯。林子路。是不是老黄牛也要休息一下吧？就你矫情，就你事儿多。我是来告诉你，早点干完活，早点吃烤乳猪。房梁家特地犒劳咱们的。为什么要吃它？乳猪口感好啊，我都还不够吃呢，快点干活。还是人吗你？哎，可惜吧。你说叉烧长得也挺好看的，做个宠物啊，还是做肉猪，都能活到成年呢，就是不太听话。不听话？你看别的猪，除了吃就是睡，它呢，又不吃饭又不睡觉，有一次还把笼子咬破了，带一大堆小猪崽越狱了。这么不听话，只能被吃掉了。王年宇，别在那偷懒了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走了。不听话就要被吃掉。凭什么？金金，我晚上请你吃烤乳猪吧。没我的份啊！等一下，我猪呢？啊！肯定是林子路想吃独食，我找他去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快点，快点！怪不得林子路会来我们村。叉烧，
等我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就把你放掉。你一定要逃走，一定要顺利活下来。凭什么不听话就要被吃掉？我来晚了，一会儿好好表现啊，争取面试成功。怎么会改在这里面试啊？没事儿，有吴哥在呢，别担心。走吧。刘总，刘总，刘总，来，你笑得美花招人迷。啊，刘总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家两个演员，叫刘总好。刘总好。刘总好，我可崇拜您了。是吗，妹妹？既然这么喜欢我们刘总，来来来，坐刘总身边，来，好好跟刘总聊一聊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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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坐这儿。哎，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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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刘总，哎，喝一个喝一个啊。刘总，这是我们家林子路的资料，您看看，小男孩人特别好，戏也不错，还会唱歌。来来，过来喝两杯，来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刘总，我不能喝酒。我以水代酒，敬你一杯。你不能喝酒，你干嘛来了？哎呦，还没有成年嘛！来来来，我敬你啊！哎，弟弟，唱一首，给大伙儿助助兴。好，好，来一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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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来，唱一首，唱一首，唱一首，快给刘总唱一首，快！来，我们一起敬刘总，祝刘总票房大卖！干杯！喝酒，喝酒啊！哎呀，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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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干了！来，好酒量，好酒量，好酒量！来，好，满上，满上，好事成双，满上，满上，满上！不是什么人都能上我们刘总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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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我们刘总，于和唱歌也很不错的，我们一起给您唱一首吧。哦，会唱歌好啊！那我们来一个情歌对唱吧，我们唱一首《心语》。好吧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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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来，来，刘总，不好意思，我唱歌不好听。唱的不好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一起聊聊剧本，聊聊创作啊。刘总，你把手放下。特别好的角色，我留给你。把手放下。说什么呢？疯了吧你！吴哥，这就是你家的人啊，懂不懂规矩啊？哎，小孩子他不懂事，哥别生气啊！来，我敬你一个。林总，出去，出去！来来来，刘总敬你，来来来来，刘总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咱们喝。别因为小孩扫了咱们的兴致，来，咱们继续开心，继续喝。来，咱们喝。来来来，我们继续喝，继续开心。好，来。好，好酒量，好，好。哎，我们喝吧。来来来来来来。
自由了，一定要活下来。我找你一晚上，腿都要跑折了。还有猪呢，像你们还等着吃烤乳猪呢。我赔钱不就完了？你什么态度啊你？难怪在城里混不下去。小舅白天说那种又不红又作的明星，就是你这样的吧？你说什么？哼，我都知道了。你回村里是因为你在城里惹事儿了，你被公司开除了。你知道什么就乱说。我当然知道，网上都说了，你不仅打导演，你还不道歉呢。我没错，道什么歉？打人还没错吗？他干了什么你知道吗？他侮辱我就算了，他还灌酒性骚扰别人。性骚扰？那个导演摸了我女同事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做错了？为了这么一件事打人不对？你做的太对了，这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？要是我在旁边，我也给他两耳光。林子路，我支持你。你说我没做错？当然没错，不仅没错，还要被表扬呢。可我经纪人吴哥说我做错了，他让我这两天好好想一下，等想明白了给他回个电话。那你回啊。管他什么张哥吴哥，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你没错。现在？当然。哎，快点。哎呦，别磨磨唧唧。嘿 ，Siri， 给吴哥打电话。吴哥，想通了。嗯，想通了就好。年轻人嘛，这难免叛逆，知道错了，遵守规矩就行。毕竟以后这样的事儿还是常会发生的。吴哥，我想了很久，但我还是觉得我没有错。我明白这一行有规则，但我也有我的坚持。感谢吴哥这么多年悉心栽培我。你想清楚了就好。林子洛，这事儿你做的真挺酷。谢谢你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我说谢谢你。大声点嘛，听不见。我说谢谢你。嘿嘿嘿，真乖。嗯。喂。真的？找着了？行，那我马上过去。别不开心了，去吃烤乳猪吧。什么？叉烧自己跑回来了，大家正在吃烤乳猪呢。这都当真了，城里人真开不起玩笑。
怎么在这儿？梦游了吧？苏俏，苏俏，醒醒，这是我的床。苏俏，苏俏，苏俏，我拿个卡带机。耳朵都要被你喊聋了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对我做什么了？昨天半夜你自己跑来我床上，还抱着我不撒手，推都推不开。我才想问你想对我做什么。你说我抱着你睡了一晚上，想起来了。苏俏，把门打开。我不开。你这是掩耳盗铃。你就在里面关一辈子吧，关到死。就没人听到这个事情。你怎么一大早上就开始折腾啊？今天我跟林子路，你只能留一个。你行了，你昨天晚上和林子路在客厅睡了一晚，你今天能不能消停点呀？我不管，你就在里面关一辈子吧。没事找事啊？这块肉长得好看，我就想吃它。叉烧好吃吗？苏俏，你是魔鬼吗？你自己吃的。怎么样？你还想打我啊？我好怕哟。那是我前天买的猪肉，不是叉烧啊。
子路，你爸爸来电话。哎，林老哥，哎，嗯，子路在这很好啊，子路啊是个好。喂，林叔叔，我是苏俏。哎呦，您不知道这两天他都是怎么对我的。我跟您说，他可欺负人了。哎呀，苏俏，你不要乱讲实话。不是不是，不要讲实，不要讲，不是不是，不要瞎讲话。林叔叔，看来这两天总是欺负我，害我摔泥坑，他弄丢猪，还有粮食呢。你放心。啊、林叔叔，您再说一遍。随便用他，他就应该多吃苦，不然啊，只会挑三拣四。林叔叔说让你帮忙多干活。想得美。哎，怎么？你要我再和你爸确认一下这个事情？有什么活要干，你就让子路帮忙啊！随便使唤他。你有什么活要干，你就让子路帮忙啊！随便使唤他。你有什么活要干，你就让子路帮忙啊！随便使唤他。哎，不给你，你来。给我。今天小的出去送货，你跟我看店吧。少年嘞，我要教阮后生仔啊写油啊，啊你斗下手者。啊啊！啊你大哥少年家连只也袂晓诶，请请请下者。阿公。哎。哦。哇，又来寄快递啊？是啦，啊只六粒吼，按一家两粒。这么多？哎。那邮费可不少，而且这些他们在城里都能买到。买无这滋味啦，咱家己种的吼，按细汉叫食这款的啦。啊对，二女儿给您寄的快递，拿回去。哎呦，给了钱，啊身体才用的。亲人之间就是互相惦记嘛。好，阮家的电视我拍去吼，啊你叫大辉来给我修理。又坏了。天哪。行，那我一会儿就找人去修。老规矩，好，记账上。哦。恭喜你哦。啊，喂 Kiki。怎么了？他儿女都不在家。对啊，村里有很多这样的老人，儿女常年不在家，我跟我小舅就帮他们收快递、取快递之类的。而且你不知道，村里这些老人学会用手机发微信、支付、上网，几乎都是我跟我小舅教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有时候还能赚点手续费。
皮的看呢。我排起熬了几天大夜，太忙了，没给你打电话。最近怎么样啊？什么情况啊？装什么啊？朋友圈里每天晒风景照，天天被制片人爬山，累不累啊？啊，这次又要因为哪个角色讨好人家？我背一个还不够啊！啊，对了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于和最近弄了首歌，在网上算小红了一下吧，通告还挺多的。替我祝贺于和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真不打算再干了？就因为之前那事儿吗？阿月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不会做我这样的决定吗？我要是我的话，那我肯定从早到晚我就抱着导演的大腿，我就哭着跟他抢，一定要让他给我一个角色。讲道理啊，你的创作能力真的不比于和差，放弃太可惜了。你就这么说大明星吗？不是，就真的不是。电视里的明星怎么会来这里？而且那么普通，怎么可能是大明星呢？衣服都玩脏了，你们家大人知道吗？作业写完了吗？考试考完了吗？考了第几名啊？小舅，怎么了，小舅？我翻车了，俏俏，我翻车了，翻车了！你人没摔坏吧？没事，我就摔了一下。那就行。哎呀，车没坏吧？控制器可能摔坏了，要送去修一下，所以今天只能你去了。不行，之前说好你去的。那我翻车了，我还要送你修车，我还摔了呢，你也不心疼心疼小舅？啊，那行吧，唐仔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去干什么？要战。到了到了，停车停车。拿桃干什么呀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王宁宇，开门开门！吓我一跳。干嘛，小姐？我找村长。村长？我爸。你俩来干嘛呀？我来找王宁宇玩。天天就知道玩。于老师怎么在这儿？我表姑。哎呀，我叫你爹，快点快点。爸，爸，苏香来了。大家好。小树同志来了。嗯。坐吧。叔。哎。我们家桃树刚摘的桃，小舅让我给你送点过来。你们小舅也挺客气的，人来就好。哎，送什么桃子？谢谢啊。叔，哎，这回这桃不仅有软的，还有硬的，还有烤的呢。是是是。啊？啊，是是是是，各种桃子，它不一样，它吃起来就是香。那这回来呢，除了送桃，还有点事儿，就是之前那些硬桃钱，咱是不是结一下了？苏家，你觉得苏看起来是个会赖账的人吗？当然不会，对不对？再怎么说也是堂堂一村之长了，是不是？几斤桃子嘛，这，哎，这样子啊，等我发了零花钱，马上就结清。
好吧。叔，再等下去，我们家就顶不住了。哎呦，你也清楚，叔呢抽根桃子啊，不吃个桃子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我平时也没有什么财政大钱，钱呢过几天就给你的，啊，那个桃子的钱呢，咱们还一还，好吧？就这么定了啊。什么桃钱呢？啊，那个这叔叫来咱们家算钱，那桃钱。婶儿是这样，叔在我们家拿了点桃，对对，叔今天就结钱。啊，对对对对，这搞错了吧？不是什么桃钱，上面写的是烟钱，好几百呢。王富贵，你不是在戒烟吗？哥，我买烟是送人送人，这里是送人送人，这叔叫背叛我，你哎，对，我不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是买烟送人，对。拿去拿去，苏俏同志。咱俩的钱就都结清了。叔，你怎么？都是因为你，我们家最大的客户都没了。你赔我，你必须赔我。怎么赔啊？不知道。这我二哥，这我三哥，我是家里最小的。好久不见了，苏俏，你来找房梁？啊，我不找房梁，我是来找钱的。找钱？你欠钱了？你买啥了？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。那更不会是我了。那也不是我。那会不会是你记错了？会不会是大哥？大哥？有可能啊。那等大哥回来之后，我问一下他。哎呦，谢谢二哥，谢谢二哥。你最近有什么赚钱的活计吗？我们家养殖场想打个广告算吗？算啊。哎呦，林子路，你现在跟个稻草人一样僵硬，你这不能动一下呀？你笑一笑嘛！来啊，一。二三，笑。微信支付收款到账。走，下一家。哟，大明星也大跑腿的。这账本我看的，这些东西我也没买过啊。啊，奶奶，这些都是关明明买的。不是我，是关晶晶买的。晶晶，你买东西欠钱，怎么能记在弟弟头上呢？不是，奶奶，我没买过这些东西。他每次赖到我头上，你都相信。我就是怕他这么干。现在我去小卖部，小舅给我东西，我都不敢要了。我怎么可能欠钱啊？明明是个孩子。你这个当姐姐的跟他买点东西怎么了？这个钱你来付。不是，奶奶，来小调皮。
刚刚见到于老师了，于老师还提到明明了呢，夸他聪明，说这么好的小孩千万不能耽误了，每天多做几门试卷什么的，争取啊跑在别人前面，那长大了可是要考清华的。考清华？是啊是啊，于老师还说让林子路给明明出卷子呢，说他这个年纪光上学不行，还得备战高考，高考就要从娃娃抓起。正好呢，这个林子路他是城里来的，他见过的试卷多，就让他给明明补课吧，不贵，一节课也就30块钱。好啊好啊，我不要补课嘛，我不要写作业，我不想写作业。找五毛，欢迎惠顾，下次再来哈。怎么了？长得跟我那过世的老公很像哎。这也不像吧？哦，不是模样像啊。是你什么都不会做的样子跟他很像哎。刘奶奶你太有眼光了，他就是这样的。不过哦，他有个优点，很会唱歌哦，总是唱歌给我听的哦。哎，我听说你是大明星哦，大明星一定会唱歌啦，唱给我听听好不好？他可以，5块钱一首。好，给你35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露水青山带笑颜，你我好比鸳鸯鸟，比双飞在人间呐。剩几家没收啊？你自己往后翻翻，数数喽。还有10几家？没错。我受够了，我要回去了，没时间陪你胡闹。不好意思，赚钱就是你现在的首要任务。好，那我问你，陪你忙活大半天了，一共赚了多少钱？100块钱啊。你害我赔了可不止。是不是你的时间不值钱，让你对我产生了误解？不好意思，我的时间很值钱，我有正事要做，苏俏不是为了这么些蝇头小利就可以随意挥霍的。林子路同学，我不管你那些正事有多重要多珍贵，你欠我钱就要给我赚钱，现在你面前除了这些蝇头小利，你没资格想别的， you know。还我！什么账本？哦，我扔了。扔了？不可能！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敢扔？给我！你怎么这么自信说我不敢啊？捉弄我一整天了，扔你一个账本而已，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不信！哎呦！你给我交出来！你不会真扔了吧？哎，没扔，在那边放着呢。哎，都是偷了。
小舅，车好修吗？还行吧。那你快点修，别耽误明天送货进货。你说你年纪轻轻的，干嘛活那么累呀？跟你讲过不需要那么努力。你眼睛怎么还红红的？你小时候看多老花眼了吧？我还年轻好吗？我火眼金睛。子路回来啦。出去一趟。你们是不是又闹别扭啊？我怎么感觉他今天怪怪的？我把他账本弄坏了。冤有头债有你，这事可不关我的事。什么意思啊？还活着？你还满血？奇迹啊！接下来可就不一定喽。完蛋了，上一个惹苏俏的人就是这么死。子路，我看你还是跑路吧。我给你买张高铁票，刷一下就到家了。刷。你俩别添乱了。账本对于苏俏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。他一分钱收不回来，晚上都会睡不着觉的。钱就那么重要吗？我之后会还他的，非要这么生气吗？不是钱的事儿，是小卖部，咱们还是换个地方说吧。6年前，俏俏外婆去世之后，家里就只剩下小舅跟俏俏两个人了。外婆出意外的时候，小舅把车都卖了，还是欠了一大笔钱。小舅经营小卖部不是很熟练，而且喜欢给村里的人帮忙。那时候，小舅到处去帮人家打工，一年到头就没有闲下来过。小舅起早贪黑的干，挣的也不多。毕竟你也知道，他除了爱做免费劳动之外，还是个散财老童子。不把自己送出去就不错了。哎，我们俏姐不容易啊。苏俏懂事很早，小舅忙的时候，苏俏也去帮忙。邻村水果成熟了拉过来卖，各家都要，苏俏就一家一家的跑。王奶奶，糖我给您放门口了。除了小卖部的经营之外，苏俏也帮村里老人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之前刘奶奶家门口有个大马蜂窝，也是苏俏帮着清理的，还被蛰了好几个大包。是啊，上刀山下火海。之前浮夸村发现外星人，都是俏姐抓去拿的悬赏。我这不是给他加点传奇色彩吗？虽然现在小卖部的经济状况好点了，不缺吃穿，但是小舅还是每天骑着那个旧三轮送货进货，非常的不方便。俏俏心疼他，就想着自己存钱给小舅买辆二手车。这件事儿确实是我不好。那他生气的时候一般会去哪儿啊？不如去他的秘密基地里看看。Thank you.
你说这鱼会好吃吗？看上去还挺好吃的。等我以后会做了，我一定做给你吃。你别在那站着，吓死个人！有话过来说。那个账本的事儿，对不起啊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听不见。我说对不起，账本上没要完的钱，我会还你的。真的？嗯。一言为定。好了，我原谅你。这么简单？不然呢？你还想有多复杂？哎，我都道完歉了，你还砸鱼干嘛呀？我这是敲石震鱼，这么热的天，鱼都喜欢在石头底下躲太阳，我这一锤子下去就能把它们砸晕，你没见过吧，城里人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你行，你试试。呀，某些人不是说可简单了吗？我那是今天第一天练习，不太会用力而已。尝尝吧。哎，就算是蝇头小利，你也不能这么浪费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，逗你。你要真是故意的，我早揍你。你很在意我之前说你为了蝇头小利浪费时间的事情吗？其实也不在意，毕竟你说的是事实，我确实成天脑子里就那么点小事儿。但你说创作那些我也听不懂，听起来还挺厉害的。我不厉害。哟，这就开始谦虚啦。我没谦虚，是真的不厉害。我今天听说朋友写出了受欢迎的歌曲，我还挺开心的，但也很着急。我最近没有创作出任何东西，甚至一点灵感都没有。没灵感？不可能啊，这么多好听的声音你都听不见啊。嗯，你听溪流的声音，还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，还有烤鱼滋啦滋啦的声音。我说的是音乐。这些不算音乐吗？我也不懂，就觉得还挺好听的。你仔细点。对呀，我之前胡思乱想那么多，都在凭空创造音乐，结果却忘了身边最真实的声音。可不嘛，你要么就是在家里闷闷不乐，出门也都是戴耳机，当然听不到这么多好听的声音。林子路，那你现在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你肚子咕咕叫的声音。开窍了，赶紧吃吧，鱼都要糊了。我给你拿着啊。
林子洛，怎么这么笨啊你？林子洛，你怎么这么笨啊你？林子洛，你怎么这么笨啊你？家人总是不是？我跟你讲话呢。啊，那冰棍分你一半，你原谅我吧。林子洛，这事儿你做的真挺酷。干什么？我们有大事要做，不去你会后悔的。啊！晶晶，你怎么来了？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考了驾照。你看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专属司机了。你的上下学我房梁包了。你什么时候考的驾照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看你每天上学那么辛苦，想着上学放学。帮你节约点时间，为了给你这个惊喜，我憋了好久，一直没告诉你。那我也没有头盔啊。我有，我准备了。这不是你的头盔吗？上车。你还在浮夸村吗？我一会儿给你个惊喜。还不来玩，听什么呢？英语听力，你听了一路英语听力，打扰了。别学习了，快来赶海嘛！哎，你没资格，你是来还债的。搁半天也不知道能赚多少钱。一串两百，我一天啊3到400。400？那岂不是要补两船？小林啊，你当领薪是在做什么？你是不是什么都不会做才来做领薪啊？哎呦，你这样也太慢了，搞到明天也做不完呐！难怪苏俏不喜欢你了，碰到谁家都受不了。金金，你看，我给你拿了几个海蛎子。你怎么了？
我有个单词怎么也想不起来怎么拼。姐姐，喝水。保持距离。啊，我没有，我不是。我想起来了 ，keep distance， 保持距离。喝水。谢谢啊。姐姐，我知道这里没有餐具。我给你剥了海蛎子，特别新鲜。你先自己吃吧，我再背几个单词。Refuse，refuse，拒绝。Reject，reject， 拒绝接受。Refuse，refuse，refuse，refuse。怎么了？你好，你们是在挖螃蟹吗？我知道你，我看过你演的戏。我叫阿月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哎，你好，我叫王天宇。你好，我叫阿俏。啊？什么时候叫阿俏了呀？你是来拍戏的？哦，不是，我是来拍 vlog 的。你呢？啊，我跟朋友来玩，正在挖海鲜呢。那边还有人在剥海蛎子。剥海蛎子？那我可以拍吗？可以啊。但我那朋友林子路，他这人比较矫情，我去问问他行不行。林子路，你也认识林子路？对啊。林子路，有惊喜。Surprise， 阿月，真会挑食物，这不挺好的啊？来来来，合张影，我回头发给于和。啊，奶奶，我是子路的朋友，我叫阿月。啊，你好，刘奶奶，他可是我追的偶像剧的男主角。哎呦，这可真的是大明星气质哎。哎，大明星啊，一起合个影好不好？好呀。1、2、3。没关系，别放在心上啊。不会安慰人可以不安。怎么，看我受欢迎，你这么不开心？偶像包袱怎么那么重啊？谁包袱重啊？头发抓了多久？这个伪素颜妆化了多久？来，我摸摸来。哎，别动！我在车上可弄了一路，别乱跑。阿俏，这个可以直接吃吗？这是生的，我给你拿更好吃的去。要煮熟的。阿俏，刚改的。当当当当，我来啦！快尝尝，这都是我亲手挖的，还挺好吃的。是吗？我再吃一个。你要不要吃？他不能吃，他还欠我钱呢。那我来一个，想吃自己做，这是阿月的。该干嘛干嘛去，别耽误干活。干嘛对阿月这么凶？这好不容易来一次。就是我好不容易来一次。阿月，咱们不理他，我们去拍 vlog 去。好。啊，你坐下。阿月，咱们走。走。看来俏姐这是要铁树开花呀！哎，大高跟，你配啊！
红月，你来抓螃蟹，我来给你看。你就把手伸进去，往深了掏啊，有吗？我啊，怎么了？你手没事吧？他夹我。行了，他皮糙肉厚。你也别拍 vlog 了，拍这玩意儿还得看专业人士，是吧，阿云？跟我一块欣赏一下海边的美景吧。走，快点。林祖路怎么了？吃错药了？嘿嘿，男孩的心思你别猜。这有什么好看的？我跟宁玉不也只能在一块儿吗？哎哎，快闭嘴啊！哎，真帅呀，大明星！你摆点动。怎么了？忘了被蛰。啊？操！你们怎么了？我们两个好像被水母蛰了。哟啊！走啊！哥。啊！嗯，啊，慢点，慢点。啊！房梁王大约到到，他们俩被毒水母蛰了，你俩谁有尿？啊！不行，我更尿完。我就一点，一点点啊！救人要紧，别磨叽了。你来，发现身体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被毒水母蛰，童子尿管用。什么？王大爷，上！不！还给我水，你肯定是嫌我不干净了。你怎么这么可爱啊？我不是可爱，是帅气。给你喝的，啊？其实你今天做的特别好，虽然你有点傻，但是你救了他们两个。真的，晶晶给我送水喝，还说我可爱。啥呀？刚刚我忘了，正好我刚刚也忘了。不对啊，你不能忘啊！你要是忘了，那我这是为了谁？为了谁？还不是你自找的。林子路，你真没看出来。哟，你眼睛都快长人家身上了，你是不是？嗯，谁？他？我怎么可能喜欢他？我，反正跟你没关系。别瞎惦记，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？要不是我今天刺激你，让你吃醋，你自己能明白得了？刺激我？你是故意的？你才发现了？你这个铁树可怎么办啊？我可不是铁树，我也没有吃醋。随便了，你自己想清楚就好。
你不舒服啊？我没有啊。那就行，走，看烟花包治百病。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有一种冲动。烟花的声音，苏俏的笑声，大家踏浪的声音，仿佛是一首盛夏猛然绽放的交响乐，让人想要永远地记录下来。尝尝这个，我们家鸡为你下的蛋啊、哦！西红柿是我为你种的西红柿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就对了。今天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，你别说，因为我看过阿月的戏啊，就那演技怎么说就是 nice。哎，里面有个保镖长得很像子路哦，我才发现，又是林子路演的，我就是子路演的。我身高不到1.9米是演不了男主的哈，就只能跑龙套。哦，我的天哪！你为什么还要跟过来啊？哎，你别装了嘛！你明明就很想我，而且大家非常欢迎我嘛。对对对，子路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明星是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是明星。为了招待我们的明星，为了招待阿月，所以呢，我准备了一个新房间给阿月住。阿月走了以后呢，这个房间就是子路的，因为不能老委屈我们俏姐住仓库嘛，对不对？真的、啊？那我去看看。你去看。哇！尝尝这个竹笋冻，这个竹笋是为我们家这个鸡的。哥哥，你今天好帅呀！你能不能把新房间让给我呢？我在吃饭，不想反胃。子路哥哥，子路哥哥，你最好啦。给你住。真的。啊，吃！我有点吃不下了。阿月哥哥，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告诉我。我想明星也用得到牙膏吧，屁股一挤上面就出来。谢谢。啊，对，阿俏，你们家 WiFi 密码是什么呀？这个嘛，林子路跟你说。我只说一遍。MQDQXYJYQYKLKLSYS24678，这谁记得住啊？这都记不住，土鳖。
WiFi 是我设的，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跟我学一次就能学会。Come on， 阿月。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，噜啦噜啦噜噜啦噜嘞，数不清到底有多少鸭。嗨，我记住了。小累了，营业结束，不想说话。我感觉你现在状态比之前好很多了呀。听一下。什么啊？你今天采样的吗？你刚录的？刚开始感兴趣采样混音这些，回来手痒试了一下。不过我的装备呢，还不怎么专业。可以啊你，你现在都会实验音乐了，还做一些白噪音呢，都是我在浮瓜村采样的声音。我现在每天过得挺开心的，起码比以前开心多了。自从我知道你是因为抑郁病休，我一直都很担心你。可是你呢？你倒好，走的时候也不说一声，直接不告而别。既然你现在好多了，你要是想回来，我帮你牵牵搭桥，我去跟五哥讲，他肯定会欢迎你的。不用你操心了，睡你的觉。啊，对，苏俏这姑娘挺不错的。闭嘴吧你！这是林子路。阿月，你以后要常来啊。思俏，我走之前还有礼物要送给你。真的？来。哎呀！哇！就是一些周边跟等身版而已，希望你喜欢。喜欢，本来的我都喜欢。不过，你就这么走了，不跟林子路说一声啊？我今天特地没叫他，有些话我想单独跟你说。你知道林子路他为什么要解约吗？知道啊，打人嘛，但那也不是林子路的错啊。但也不完全是。公司之所以可以那么快的放人，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有抑郁症。所以，我希望你可以多照顾他一些，毕竟他在这里真的很开心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抑郁症。阿婆走。Thank you.
喂，五哥。哎，生蚝哥，你火了。你就是个意外。什么意外？是机会。你抓紧时间，这两天赶紧回来，说不定我就能趁着这次把你推出去。五哥，我爸应该找你谈过解约的事了吧？什么解约不解约？这是多好的机会，错过就太可惜了。五哥，我到。你赶紧想想清楚，赶紧给我打电话。等你电话啊。小舅，咱家这电脑是古董吧？搁网上是不是能卖好多钱呢？有的用就不错了，你还要嫌弃？古董值钱，电脑值钱，古董电脑不值钱。现在出去几块钱都卖不掉。说真的，换台电脑吧。你出钱啊？你平时少散点财，就有钱买电脑了。抑郁症。你搜抑郁症干嘛？我告诉你，你别透露给别人。林子路好像有抑郁症。别瞎说，什么抑郁症？我没瞎说，我有小道消息。不过还得确认一下，抑郁症挺严重的，可不是小事儿。抑郁症常见表现为长期的情绪低落，严重者可能还伴有消极自杀的行为，这么严重？还有个自测表。小姐啊，啊，你之前不是巴不得把林子路赶走吗？现在怎么又关心起来的了？我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，关心另一个人类的身体健康。再说我是房东，了解一下房客怎么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我只是恍然大悟。别笑那么恶心，我看难受。干嘛？乖，干什么？上个秤，上个秤，快点！嗨，你是不是瘦了？你怎么知道？那你有没有觉得前途渺茫？你又犯神经，我看见你之后就感觉挺渺茫的。中下降，勾上，前途渺茫，这个不太确定，先勾上吧。谁能跟我解释一下这个玩意儿怎么会在这儿？那这些呢？都是阿月送的，这么多东西不用白不用。而且阿月长得那么帅，看着就赏心悦目。俏姐啊，我以后能不能不吃菠萝罐头啊？你想吃什么自己做去，有人吃就不错了。你怎么不吃辣？没胃口。哎，那你是不是觉得喉咙有一种梗塞感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我就是关心一下同住人员的身体健康，你快说嘛。我不仅喉咙梗塞，我心里也梗塞。那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比不上其他人？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关心关
紧你嘛。真是谢谢你。恼羞成怒，还真是不正常。子路，这个自行车是我买给我孙子的，他一直在城里没有回来，这个车就没有用。我看你呀，跟我孙子长得有点像哦，证明我们是有缘分啊。这个车就给你拿去用吧。哎，我上回像老伴儿，这回像孙子，你还真是三世同堂啊。刘奶奶，您孙子喜欢粉色呀？是我喜欢呐，我送给他东西自然是我买我喜欢的喽。哎，不用不好意思啊，拿去用啊，拿去用了啊。我不是，拿去用。我就是死也不会骑这辆车。啊？这么好看的车你不喜欢？你认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既然你这么喜欢，那不如让给你骑，你得给我骑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嗯。给你。林子路，你等一下。林子路，你听不听得见呢？情绪变化这么快，抑郁症还有这症状吗？小姐，生蚝糕，你好拉风哦，这小本车不错哦。说够了没有？走了，生蚝哥。拜拜，生蚝哥。我不去，都送你了。真的？真的，不全全扔了。对异性兴趣下降，够傻。这是最后一条了。喂，小舅，我跟你说，这林子路他真有抑郁症。我用自测表给他测了，是中度，都不是轻度。这事情真的有点严重，我先给你通报一声，等我再观察观察，再跟你说。俏姐，那个表我也测了，我是重度抑郁。你之后再说，就这样。漂亮吧，雨琦你认识吗？条件不要有多好哦，中学老师，工作固定，人又长得漂亮。给你介绍个人，这个孩子和我们村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，有名的大学生呢，人长得也不错，要是觉得可以给你们牵个线吃顿饭。于老师是我们家俏姐班主任，我跟他那叫什么事情啊？我来村里也有一阵了，怎么没听人说过呀？你班上那个苏俏知道吧？啊，是他小舅哎，吴志飞啊？哎，对对对，这是他前几年的照片，很帅的。再说我已经得了绝症，你就不要跟我相亲了好不好？刘阿姨，您这个说好，可千万别再给我介绍他了。什么绝症啊？我看你是穷症。我这些年给人家介绍对象，从来就没有失手过，你们很配哎。
我天台上干什么？哎，逃课上天台，好叛逆的少年情节哦。哎，说他会不会想不开啊？你是不是瘦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不吃辣？没胃口。我不仅喉咙更涩，我心里也更涩。说够了没有？你是中度，都不是轻度。这是干什么？我还想问呢，你在这干什么？我还能干嘛？我就上来看看风景，吹吹风。你没别的想法？你希望我有什么想法？没有最好了。我不就是看你那上面太危险，想让你离远一点吗？就是劲儿使大了点。哦，是吗？对啊，不然你以为呢？神经病。月亮打东边出来了，你都开始学习了，阴阳怪气。算了，我俏姐不跟你一般计较。用我的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你干嘛总把我想这么坏啊？我这是关爱同学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今天没怎么吃东西，肚子饿得难受。我给你做饭。要是有水果就好了。我给你摘呀。那还是更想吃只烧鸡。我现在就去杀。林子路，鸡我给你逮来了。我林子路呢？在屋顶听着他的歌。屋顶又来。你认字啊？林子路，林子路，林。林子路。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开心啊？你有什么心事说出来，我们一起解决问题。你别冲动啊。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突如其来就会流眼泪。晚上一个人睡不着的时候，总感觉全世界只剩我一个人。啊，这么严重？我最近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好。我总觉得我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。子路啊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没有比不上任何人。你别骗我了，你讨厌我，我知道。我搬来你们家，给你们添了麻烦。谁说我讨厌你了？你别乱猜。而且你没给我添麻烦啊，
像我睡仓库那些都不是我自愿的啊。我性格不好，我知道。来了这么久，也没有什么朋友，遇到困难也没人帮我。谁说你没有朋友？我就是你朋友啊！还有鲶鱼、房梁、晶晶，他们也是你朋友。总之，你有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说就好了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想跟你换自行车，可以吗？必须可以，我这就去。表演课没赶上。哎，早跟你说跟你换，你不换，多大点事儿？又怎么了？我一想到阿月，我就想起他才是那个被选中的人，而我是那个被淘汰的。不看，咱不看他。那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万一看到客厅那些，都收掉。我现在就去把那些衣服、人形立牌什么的都收掉。就是这样，他刚刚还跑天台上说人生没有意义。啊，你的意思林子路要自杀呀？嗯。哎呦，这可不得了啊，咱得去阻止他。你们俩别那么大惊小怪的，别吓着人家。哎，搞艺术的不是都多愁善感吗？这几天咱们得辛苦一点，好好看着他。嗯，你醒了、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一起去上学呀、啊！没有，电话也打不通。都怪我，你说我怎么就睡着了呢？我都怪你，就怨你。不行，晚上太黑了，太危险，我去找人帮帮忙。等一下，我有个更好的办法。Thank you.
大消息，重大消息，你们都不要睡了。林子路失踪了，我找了好久都找不着他，你们快帮我找找。他最近心情不好，今天一声不吭就跑了，我找了半天都找不到。我怀疑他有可能想不开，可能有的倾向。我对不起他，我对不起他爸妈。小姐们，你们加把劲，看到他一定不要放过他，逮住他，逮住他，他的生死就在你们手里了。哥，啊，林子路在那儿。哪儿呢？那儿，走，走啊！子路，别跑啊！站住！子路，你说我都把下三位子让给你了，你怎么就想不开呢？你，没事没事，苏夏，咱俩肯定能给找回来。父老乡亲们，回来了，我们给抓回来了！来了！哎呦，大班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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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快，慢点慢点慢点，来。回来了，小白来就好，小白来就好。那个，今天晚上大家都辛苦了啊！我呢，作为福瓜村的村长，为大家今天晚上的团结一致、拯救我们林子路同学的努力付出感到骄傲。来，大家为自己鼓鼓掌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个时间都不早了啊，大家都回去休息吧。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回去，你看我吧。进来。苏俏来给您负荆请罪了，是我蠢，是我笨，我不应该在网上查什么自测表，还擅自做主给你做题，误会你有抑郁症，都是我脑子不好，你就别跟我一般计较了。道歉有用，要警察干什么？警察也不管这事儿啊。再说你也有问题，你骗我你在天台上跳楼，那你呢？还有像螃蟹一样被绑回来，被所有人围观，那你就满意了？对不起嘛，你别生气，都是我脑子不好，您大人不计小人。你知道吗？负荆请罪可是要挨打的。哎，我可不知道，你别得寸进尺，我都道过歉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
反正明天我就要搬走了，没时间和你计较。搬走？嗯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回去喽，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，经纪人说可以把我给推广出去。你不是说你不喜欢那经纪人吗？没办法嘛，前途更重要。而且某些人这么盼着我搬走，还天天欺负我，也不好好道歉，那我就只能搬走了。不过现在我需要先请你出去一下，因为我要睡觉。房梁，今天让你去救人，你把人绑得跟大螃蟹似的，你明天必须得去跟林子璐道歉，知道吗？我先不跟你说了。怎么样，负荆请罪有用吗？有用吧，他说反正他要走了，不跟我一般计较。他要走了，那你不是应该高兴吗？没有人跟你抢房间了。高兴啊。恰恰，你不是喜欢？谁喜欢？我怎么可能喜欢林子璐？谁喜欢林子璐，谁是狗好吗？好了，今天谁这么着急啊？我那是关心同学。好了，我也没说什么。他不是要走了吗？那你有什么话没说的，你就在他走之前一定要说了，别留遗憾啊。我才没话想跟他说呢。哦，最好是这样。睡不着啊？嗯，讲点事儿。今天这个事，我替俏姐给你道个歉。你也知道俏姐那个脑子。没事的，小舅，我都习惯了，不会在意的。那就好。那个，我听俏姐说，你要离开富瓜村了。还没想好，那就慢慢想。你的事我听你爸爸跟我讲过，所以大概你在烦什么我也知道。按小舅的经验讲啊，很多事情看起来很复杂，其实很简单的。你那么年轻，不要把所有事情都一个人扛，你只要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好了嘛。毕竟人生只有一次，要开心的过嘛。谢谢小舅。你要是想自己在这待一待呢，就再坐一坐，不要感冒。嗯，我会注意的。哎呀，我要去睡觉了，还有姑奶啊，明天早还要送货啊，猜拳的时候会出石头啊。但是俏姐出什么我不知道。晚安。晚安。吴哥，你说的是，我仔细想了很久，慎重地考虑了一下，现在有了一个答案。谢谢你为我考虑的那些，让您费心了。不过，我决定不走这条路了。
刚到家，然后我才听说那个子路的事情，怎么样了？现在？你发什么呆子？子路很漂亮，不是那个子路已经回来了，子路现在家没有事。姐，没事就好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从我家搬走。刨冰，尝一下吧。
好吃吗？嗯。以后我们小卖部就卖刨冰吧，2块钱一碗。那我再多弄些冰。嗯。这个刨冰，我还可以再吃三碗。那你要付钱呢，2块一碗。小气死你吧。转完了，你看一下。真的假的？微信支付收款到账。哇，你怎么给我转这么多钱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说到做到，钱是还你的。哎，你最近是不是发财了？分享一下致富经验呗。是我最近给同事于和授权了一首我自己做的歌，所以拿到了版权费。那这么看来，我就快凑够钱给小舅买二手车了。那正好啊，我要进城去补一份音乐授权的协议。如果你现在给我立刻来一份免费的刨冰，我就勉为其难载你一程。我不，真够抠门的。我是不可能进城的，我苏笑这辈子都不可能进城。小赵，再来一碗冰。青青，干嘛？你们知道苏乔为什么这么抗拒进城吗？啊？你们俩在一起这么久，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进城啊？什么在一起？我们只是室友而已。哦，那你可要小心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苏乔有出浮瓜村综合症。出浮瓜村综合症啊，可危险了。我跟你说，他每一次进城回来，晚上都开始梦游，半夜挨家挨户敲门。你现在是他的室友，小心他半夜钻你窝。你别听年月胡说，俏姐有出浮瓜村综合症不假，但真实情况只跟我说过。只见俏姐不是抓过外星人吗？后面进了城啊，遇见了外星人的同伙。别听他瞎说。苏乔之所以不愿意进城，是因为他每次进城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有多不好？他每次进城都会抱着骨灰盒回来。第一次是他2、3岁的时候，他爸妈去世了。再往后就是他11岁那年，他外婆在城里车祸去世了。难怪他这么抗拒进城。所以啊，他一进城他就会眼瞎。眼瞎？嗯。还有更可怕的呢。哎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你千万别带他出去就对了，他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很大痛苦的。听说的最不靠谱。子路没有打扰到你吧？打扰到了。那就好。我跟你讲两句话。那个，明天进城的车呢，我已经帮你叫好。谢小舅。但是你能不能带苏俏一起去啊？我是可以啊，但苏俏应该不会乖乖进城吧？是，她是因为小时候就是进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但是她才17岁啊，她不能一辈子待在村里吧？她要出去见识见识啊！但是我一说进城，要她就哪都难受，我这实在没有办法，所以我求你帮个忙。她那都是心理作用，哪有什么出浮瓜村综合症啊？对，你说的对，她就是作。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，但是你们出发的时间啊，要提前一点，可以吗？有多提前？
你这是干嘛呀，小舅？你说提前一点出发，也不至于这么提前吧？只能这个时间出发，因为他只有这个时间才睡得死，我才能让他跟你一起进城啊。我怎么在车里啊？你醒了？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恭喜你，车里进城了。进城？我怎么在这儿？尹子路让我下车，谁让你带我过来的？让我下车！谢叔。走吧，咱们到了。来。怎么了？拉着你走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哪呀？小心一点啊。盲人不是不看，是看不见。我不管，我就是看不见，我有病，我待不了城里，好难受啊！小舅跟我说过了，你根本没什么事儿。你们不懂，我在这会死的。林子木，哎，你太过分了，带我回家！再闹我走了。我没闹，带我回家，都怪你，是你啊！我真走了。包里有衣服和鞋子，你要不要换一下？不要。走吧。去哪儿？你不是想买车吗？我联系了卖家，一会儿我们去买车。哦。这一边。慢点，我害怕。前面有井盖。老师，辛苦了，老师。子路，吃吧。你这朋友挺特别的，全村的希望。不正是。你的歌我虽然已经在用了，但是平台要求合同还得补签一下。啊，好。子路，我本来以为解约后你会一蹶不振，没想到你整个状态比之前还好。有吗？有，你整个人都轻盈了很多，而且比以前爱笑了。你也更像大明星了呀，专辑封面都拍了。好啦，不开玩笑了，我说真的。
我关注了你发白噪音和实验音乐的账号，你曲编的好，粉丝也多，你比以前更有跟公司谈判的资本了，你刚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再回来。今天不聊这个了，来，签完了。好吧，那以后要是还有这种机会，我一定推荐你。那我就先说谢谢了。不客气。我去取车，一会儿你们去哪，我可以送你们。嗯。那我就先说谢谢啦。巧克力的呢，金金，能陪你一起看大学，我挺高兴的。这不是你自己要来的吗？我们今天看了几所大学，以你的成绩随便挑吧。也不一定，如果奖学金不高的话，我就只能选择师范类了。毕竟我奶奶不会给我这么多钱让我读大学。钱的事你不用愁，咱妈，我妈一直很喜欢你，而且我们家也没有大学生。你要是考上大学啊，我……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的成绩吧。就你那点分数，能不能毕业都悬呢？这是什么？我看到这个学校有体育学院篮球特招生，你研究研究，说不定也能上个大学呢。金金她关心我，她想和我上同一个大学，她的未来里有我，她心里有我。你愣着干嘛？走啊！走。停车场到了，你们说的卖车的地方应该就在这吧？我联系一下卖家，稍等啊。嗯。哎，你这口红挺好看的。你不是看不见吗？他脑子不太好，别理他。没想到你喜欢这种类型的。我看你脑子也不太好，走了。阿月，我见到苏乔了，太有趣了。没错，小舅以前就是开这款车带我跟外婆兜风的。这车不错吧，卖你们12000，一点都不贵。这就油箱盖换过吧。这样啊，那10000。10001。右侧车灯也有被换过的痕迹。这么严重，7000不能再多了。9000。8000。 A 柱也被修复过吧。这二手车哪有没瑕疵的呀，你们是不是诚心买车呀？不买拉倒。行，那8000，
但是必须在合同备注上写清楚车况信息以及出险状况，保证正常过户。你们俩这一唱一和的，配合的还不错。现金啊，啊，走吧，签合同。都弄好啦，等小舅来办过户，就能把车开回家了。那挺好的，回村的车我也约好了，现在离出发还有点时间，想去哪玩啊？没有，我哪都不想去，我在这等车。还有四个小时呢，你就敢等着？对啊，我就在这等。苏乔，你到底是因为害怕进城啊，还是在故意折腾我呀？当然是故意折腾你了，谁让你把我弄进城的？我。行，你就带着吧，一辈子别摘。就不摘。那好吧，我改时间，咱们立刻回家。真的？真的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回家了。起飞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改叫了直升飞机。啊？嗯。升空歌心愿，降低了悲伤的氛围。坐上一路，你是不是骗我呀？风景什么无所谓。林子路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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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着我探索新宇宙，下一个奇妙感受。是你的眼眸抓住温柔，向我挥手。好玩吗？把梦想和氧气不用甜蜜自带火种，点燃每分浪漫星空，萤火虫夜梦，把梦想空拒绝烦恼，输送你就是我快乐颂。我的味道不一样的感动，我的天空。没事吧？换谁谁谁能不吐啊？才八次！哎，走，我们去买那个摩天飞翼的票，再坐一次。什么？非要瞪眼罩装瞎，你怪谁？那你也不能碰上海盗船啊！你知道蒙着眼上海盗船有多吓人吗？我现在还想吐呢。你干嘛？我难受，你背我。苏俏，这一天我领你走路，喂你喝水，刚才还背你，都演了一天了，也该差不多了吧？我没有演，我就是瞎，我就是难受。刚地库里不是好好的吗？苏俏。你过去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你对城市的恐惧我也理解，但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总要学会面对的吧，不能一直逃避啊。你懂什么？你凭什么来说我？是我让你带我出村的吗？是我让你带我进城的吗？我根本用不着你管。你再这样我真不管你了。那你别管啊，你走啊。我知道你肯定在旁边，你别逗我了，林子路，林子路，林子路，你不要再逗我了。